大家好，我是清浅。今天从三点来分享如何养护我们的瓜叶菊，可以延长它的花期。瓜叶菊呢比较好养，而且呢它开花状态会比较多，容易爆盆。当我们的养护环境呢在0-20度左右的气温区间呢，花期可以持续2个月左右。当最低的气温在20多度以上呢，花期在半个月左右。所以呢，为了延长它的花期，我们尽可能的给它制造冷凉的生长环境，这样子呢是有利于延长它的花期的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关于浇水，我们遵循的原则是，气温比较高的时候勤浇水，气温低的时候少浇水。因为瓜叶菊它开花会比较多，所以呢我们尽量减少给它花朵喷水。比较好的方法就是呢，在它的周围呢我们可以放上一些水，让它自然的蒸发，来让它的植株吸收更多的水分。第三点呢，我们可以通过修剪来延长它的花期，适当的修剪下面的一些叶片呢，让更多的养分集中提供到开花的花朵上面来。我是每天分享养花小知识的清浅，如果喜欢我记得点赞、收藏、转发、分享出去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